烦死了！紧紧拥抱唯一的你，无可救药的坚定。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我没有传播谣言，他们真的在一起，还去开房间。 真的跟美方去开房间了、啊？当然不是啊，是美方他的朋友住在这间饭店，我们一找他，结果他外出了。这都你喝的、啊？来，你要听你清楚，你酒味已经很重了，不要再喝了。要喝，今天喝，要恭喜你，终于跟刘美芳了，两情相悦，在一起了。你不要乱说啦。 你误会了，其实你都不是。不要骗我，我不是不喜欢。你先不要讲，听我讲。对不起。你干嘛说对不起啊？你又没错，是我错了。我太晚喜欢你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不会来不及啊，一切都还不晚。不行，你已经跟刘美芳开房间，不可以脚踏两条船。 而且我不想要当小三，你怎么会是小三嘛？还抱在一起，我每天都看在眼里。你都已经跟你说没了，彤彤，我没有喜欢刘美芳，我只喜欢你。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 你该不会忘记昨天说的话了吧？忘了，没忘了。我郑重地跟各位澄清。 我跟美芳确实有去饭店，但是是去找她的朋友。我现在啊是有另外一半的男人，我追影片不是为了保护美芳，是为了让我另外一半示意，怕她不高兴。萧经理，你有女朋友啦？不是女朋友，是男朋友。你干嘛为了美芳说这种谎啊？哎啊！我干嘛说谎啊？烦死了！ 紧紧拥抱唯一的你，无可救药的坚定。等一下，我会光明正大发他群组。走了。哦，好，拜拜。 工作了，总监今天请假，专心工作，工作哦。